还有多远？田七哥哥家就在前面。好，快，快跟上！来，小心担架啊！ 兄弟们，别跑啊！别跑啊！兄弟们，不要跑！ 兄弟们，不要怕，我们是八路军，我们不会伤害你们。霍头叔，怎么办？他们都跑了。霍头叔，那咱们快进祠堂吧。胡说！这祠堂可不能乱进。这样，你们都原地休息。好。小姑娘，领我去找你哥哥去，好吗？ 哎，田七哥哥，田七哥哥，浑身在抖。林生，你坚持住，大夫马上就来，坚持住。 公督导，你这是？把他给我绑了。是。公督导，事情不清楚之前，你这样做的话，未免太武断了吧。 说过多少次了？虽然你官比我大，但是你说的不算。此次行动，我是队长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发号施令。好了，是。违抗军令者，杀无赦。 先生，拜托了。
怎么样？他这病我治不了，你们还是赶紧离开吧，另请高明吧。大夫，我求求你，救救他吧！我们都是好人，求求您救救他。天叔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别说了，医生。姑娘，请放手。你答应了。你让开。让开。天叔，站住！发热。哎，十多年以前呢，他这个儿子就是被当兵的打死的。从那时候起啊，他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。行天下医，疗万人病，唯独不治疗兵。他能跟你们去，已经是破天荒了。老先生，我们是抗日的八路，不祸害老百姓。再说了，这治病救人是行医者的天职，您不能……你也看到了。你们一进村，村里老老少少都是惶惶惊恐，哪个还敢出门？老朽若不是这一族之长啊，也断然不会让你等莅临寒舍。万般无奈，万般无奈呀！你们还是尽快离开，还我们一个清静罢了。可是老先生，我们的医生，老族长，多谢了，我们走吧。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。
老人家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姐姐好吗？无能为力啊，无能为力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莫名其妙呢？为什么见死不救啊？走了，一方。哎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讨厌！这死丫头！小花，小花！族长，他们真的是好人，小花她爸爸的命就是他们救的，您帮帮他们呀！是这样啊，头疼的快要炸了，还有咳血。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多亏了八路军给我的草药。龚督导，这不是疟疾，更不是大白子。那是什么病？生化细菌。你说日本人731部队研究的那种细菌？有这可能。日本人正计划消灭我们，有可能狗急跳墙，要在太行山地区投放生化武器，以达到兵不血刃消灭我们的作战目的。这个畜生！报告龚督导，玉峰向你报道。饭桶，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办不成。都是自己兄弟，我不好意思下手。行了，别解释了。你们几个，赶紧给他解开！解开呀！王参谋，王参谋，来一下。怎么？既然谭汉波呢也被注射了病菌，我觉得他跑不远。你留在这里看着贾成卫，我去追捕谭汉波。龚督导，我建议先去西关口大桥，看看谭队长有没有完成炸桥任务，你再给他定罪呀。王参谋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们为什么要炸西关口大桥？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阻断日本人渗透到太行山这一带唯一的交通要道，阻止他们的蚂蚁行动。可是现实你已经看到了，日本人已经来了，西关口大桥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。可师座他说，你听不懂中国话吗？日本人来了，西关口大桥没有任何意义了。龚督导，我以师部督导员身份，要请你必须说明真相：西关口大桥有没有被炸毁？现在当务之急是追捕谭汉波。你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啊！姓王的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儿你说的不算，我说的算。谭汉波屡次违抗军纪，私自救共党分子，才造成这次炸桥行动的失败。为了严肃军纪，师座已经亲手签署了处决手谕。师座的命令，你也敢违抗？弟兄们，目标宝峰，全城搜捕。是。走。
子。宫月仙，王八蛋！我小子，你别动啊！我找我大哥，不能这么干。我再不拦着他，我大哥跟杨连长就有危险了。小子，听我的。救我大哥！对。秦留步，秦留步，秦留步啊！秦留步，秦留步，老督察，你们可以走，请把赵四留下。小花，走，跟你爸爸治病去。恕不远送。老督察，等等。赵四兄弟的伤啊，我们已经做了处理。他伤得太重了，只凭中药恐怕难以见效。这样，一方，把药给他们留下。霍头叔，他们都不给李医生治病，怎么能给他们留下药箱呢？乙方走。乙方，咱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，怎么能够见到老百姓而不救呢？那他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要是你的亲人被杀，你会怎么样？他们现在对咱们还不是很了解，这也很正常。你说是不是？老先生，这里边呢有些绷带什么的，请您到了那里呢，务必要叮嘱医生，包扎好伤口，敷上药，以防伤口会感染。老先生。我们就在南边的树林里，你要是有什么情况，要及时通知我们。告辞了，我们走。伤口太多了，恐怕是不行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。给他上点药，观察观察再说吧。小花，你爸爸这是……别哭了啊，小花，别哭，跟大爷说说，跟大爷说说。鬼鬼！小花！哎呀，哎哎，快快！小花坏了，按住他的腿。叔，哎，叔，叔，呀，恐怕是不行了。天琴，快去找八路。好，快去。还在发高烧，感觉不到脉搏。快测心率，快呀！快快快！快！林生，没有心跳，没有心跳，心脏复苏了。快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五。沈南，你要挺住啊！加油，南姐，加油！林生，挺住，再测心率，顶住我。
小兄弟，快！我表叔不行了，我表叔不行了，求你们看看，救救他，求你们救救他吧！给我滚！现在过来找我们，滚！玉珠，汤玉珠同志，你冷静一点，我没法冷静。他们见死不救，现在知道过来找我们了，滚！玉珠，你给我滚！胡龙叔，一边去！崔静、李芳，你们带的药品过去看看。可是，救命如救火，快去！火头叔，少南姐她刚刚走。我们刚走了一位同志，难道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死去吗？快去！去呀！我们走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失血过多，只有输血才能救他的命。这，你这是？不是所有人的血型都适合他，要血型相仿才行，否则只会起反作用。Thank you.
老先生，请现在马上把全村的村民叫来，伤员急需 AB 型血。前妻，快去把乡亲们都找来。怎么样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怎么办？行不行？不行，都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几个的血型根本无法匹配。这里的村民都认为见血会有血光之灾，都不肯来呀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抽我的吧。哎呀，不行，你们都是 B 型血。急需输血，可全村的老百姓都不愿意献血，崔医生让我来找你。来吧，我读书。工藤教授发来电报后，他们此时已经完全占领清平村。快打开地图，看看距离清平村还有多远。不用看了。这里距离清平村50公里，还需要翻越6座大山。后天的此时应该能够到达。哎呀，渡边君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作为一名优秀的帝国指挥官，在执行特种作战任务之前，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熟悉到达目的地的各种路线。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时间，争取主动。嘿，渡边君，这是帝国赫赫有名的武士啊，如果再能找到紫荆花一洗耻辱的话，那将是再完美不过的事了。不过，渡边君，你说咱们搜索了这么久，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找到？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，你看他们应该在哪里啊？按他们逃跑的路线和距离来计算，应该就在这一带。哦。传达我的命令。整装出发。
醒了。爸爸，爸爸，醒了，醒了。爸爸，谢谢啊，谢谢八路军，谢谢您了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李医生，要是我们连长知道你在这躺着，他该有多难受啊！怎么就不能坚持一下呢？我相信，他很快就会回来了。老大夫，李医生还活着，对吗？啊！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他还没有死，我能把他救活。真的吗？那快抢救吧！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你先拽过去。对。帮帮忙，给我解个衣服。哎，好。醒了，醒了，老先生，谢谢你，老先生，醒了，谢谢，上南京。怎么样了？这是，爸爸，爸爸，小花，别哭了。你爸爸过两天就能和你说话了。我们只是暂时处理一下，等他过两天好些了，还是要去医院把丹片取出来。哎，我读书。要是李医生活着就好了，他身上的丹片都能被取出来。哎呀，你们救活了赵四，我怎么感谢你啊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言谢啊！谢谢。活了，活了！李医生被救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太好了！李医生被老大夫救活了。真厉害！叔，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走。救的你，谢谢。姑娘，你是心血淤积，堵住了心脏供血，我已经给你把淤血放出来了，回头啊，再给你配几个方子。谢谢前辈，麻烦你再帮我找一些双花、淡竹叶、牛黄、甜花粉、赤芍。姑娘，
听你这口气，你也深谙中医吧？老先生，我们李医生啊是出身中医世家，他不但精通中医，而且西医医术也非常厉害，我们很多伤员都是他救活的。哦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去采药，我马上去采药。谢谢。小石头，哎，你们连长呢？我们连长他和谭队长去城里为你们搞药去了。玉珠，我们被注射几天了？第七天了。不过我们用你的方子服了药，现已经缓解多了。那太好了。鬼子给我们注射的病毒是斑疹伤寒，要不及时治疗，有可能会死亡。啊！可杨丽娘他们还没有服药啊。对呀。快，快把他们找到，让他们赶紧服药，要不然就太晚了，危险。好，崔医生，事不宜迟。你留下，照顾好李医生，我带人去找杨连长。火头叔叔，你刚输完血，身体虚弱，还是我带人去吧。不行，玉珠，你感染病菌，随时可能发作，还是我带人去找他们吧。没事的，你们就别争了。我常年在这地方打游击，我对这地方的地形比较熟悉。快去，石头、一峰，你们跟我走。等等，田七，他们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带他们去。啊，好。哎呀，那太谢谢了。走，火头叔，那我带李医生转移，你们快去快回，注意安全。好，等等，等等，你上次跟我说住进祠堂的事儿，我没答应。现在你们带着又是病人又是伤员，也没个落脚的地儿。这么着吧，我带你们去祠堂吧。太好了，连长，太谢谢你了。什么都不用说了。督导，嗯，过了这片森林，嗯，就绕过西关口大桥，到达通往宝丰的公路了。他俩都被日本人打了毒针，我觉得走不快。弟兄们，快走！宝华，你去把凤霞和伤员们都接过来。是，你们几个过来抬担架。是是是。来。一二三。